加速了比赛的阵脚。在下路这边，洛是带了个急攻的秘籍，双 AD 都是一个细节步伐。下路直接越线过来打 UZI， 点燃给上，徐若也给上，抬起来，这个伤有点高。给 UZI 被拿下一血。的这一波 ，FD 八还有闪现，反身一个闪，就是不给 UZI 人头。好了，哎，卡卡来追着 Intruder 的脚步来到下路 ，Intruder 这边好像两边打野都没有看到，又来。都知道你 AD 没技能了，没有打到 UZI。弹簧打到这边，明胶闪现又在被拉回来，但是卡卡过来一顶，打顶出了一个低速的闪现。如果被霞洛拿到优势，这个雪球是无限滚下去的。还要再入侵猪妹的野区。哎，这波，哎，低速的是没闪的呀。哎，打得很凶，但是这边洛也在，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慌。小明这边过来给了个 W 减速一下。晕到，但是卡卡这边要被换掉了，平野林拿下卡卡人头。啊，扎克有被动，小虎这里也交治疗，能不能走呢？有闪现，卡到一边，还是被几枪一出的复活起来，被大嘴拿下人头，上单也 TP 下来，金鲁还在追姿态这里有闪现，金鲁上去应该是留不下更多的人了，我干一下，争取能够在前期把下路干崩。这边卡卡没蓝了，以至于这波留住了扎克，但是自己也被换掉了，他实在是没有技能去交自己的 W 技能。而且小虎过来绕后的一个位置也不是那么的好，岩雀的伤害其实没有能够摸到平野林。平野林被 TP 保了下来，但是大嘴的战斗力可能会减半。大招达到了，在空中被大招留住，直接被秒，动都动不了。啊，下路还想打双五级，应该是弄不了吧？哎，这里牛仔没有闪现先手，这么果断吗？牛仔也交闪。来了，这波看一下 UK 能不能反应过来，没反应过来，稳稳一个大招啊，加上这个岩突，但是这个、中路又来了， UK 直接拉开距离，这波小虎也没闪现，没法跟啊，这个时候一出来拉回两个人大招，小虎是一定带回来的，回回防御塔，这波击杀对面中野应该是有了，而且看到闪现撞墙被最后一下防御塔的进攻直接杀掉，中野的进攻，而且这一套跟扎克的配合是不是太巧了？对，这一波是最关键的沙皇啊，拿下了两个人头，对，特技能拉两个大招带回来，刚好带到塔下，再接上一个禁军之墙，没有办法做逃生了。阿萨这波撞墙，还想要撞墙，他没办法。我们在下路也是爆发了一个人头，来看一下上路的奥恩 TP 下来，大招打到 FDY，FDY 这边被击杀，而平野林这边一个 W 技能卖掉自己的 AD。其实扎克跳的话，小明有个 Q 技能在身上不一定跳得到 ，Q 直接吹起来。闪现要拉到两个人，但是洛跟上了 combo， 这个 WUZI 再次被秒掉了。哇！啊，中路的沙皇被抓，但是一丝血还没死，逃生的位置有点尴尬，皮走不掉了，防御塔都被吹掉了，而且纳尔这波支援到中路防御塔，小虎还不敢推，小虎这边有闪现，但是纳尔的怒气马上就变大了，直接闪现拍到墙上，再接个 W 技能，被有水银鞋的小虎用闪现躲掉。看一下扎克跟过来，没有亏多少个兵。引出的非常果断，闪现上去，深寒惩戒给到减速之后，强行拉到了小明。两个人拉在一起之后，洛跟上了闪现，跟上了 RW。就是应该是刚才中路的这一波。现在 UK 还没有这个女王。就主要是峡谷先锋在扎克手里的情况下 ，RNG 会存在一个转线上面的疑虑。看身后有 TP。一个金的 TP 大招直接要秒风女，风女没有进化。什么技能都没有放出来，被秒掉了，全没有作战力的。哎，想要秒一下洛，能不能被秒到？一丝血没死，这扎克要反打，小虎又被留了下来。平野里交出个闪现，躲掉欧恩这个大招的秒杀。吉努绕后，又在用伤害逼退吉努，但是扎克又跳了，跳出了一个 UZI 的闪现，大招又留回了一个奥恩，姿态也被留了下来，但是伤害面不够了，这边没有继续打下去，最后平野林还是被击杀了。这波啊，老干爹这边就交了下路双人组的闪现。这一波开团，其实伤害已经打在了洛上，但是没有死，没能秒掉。而且平野林还留了个闪，为了躲奥恩这个羊。
啊，这边 UZI 的伤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把吉努给逼退了。如果说这一波团战，如果说这一波团战没有及时的把自己的劣势了，依然是给到了一个全视角的一个地图。老顽爹占据着全地图3/4，甚至于3/2的一个视野。这边数学有点算不清楚。这个你到底？ 我已经被泽源传染了。你怎么了？我被洛先走。老顽爹想开这一波团，看一下扎克在身后，视野啊，利用这个红 buff 在做勾引。这波老顽爹完全没选手，哎，岩雀封路，想要留下对面的人，但这波我们看扎克的位置，扎克跳出来了，跳到两个人闪现。阻挡了 UZI 的输出，这波团战沙皇继续闪现推推回来，上路推出两个人，下了双人大招，双双被推回来，这波 combo 完美，没有给 RNG 任何反手的机会。吉努一波三杀，现在只剩小虎一个人了，但是小虎这里没有蓝了，赶紧走，他有蓝 buff， 这一波还有机会利用被动，没闪现沿途回来，但是应该还是走不掉。哇，这边只能选择拖延时间了，在中路看一下刚才这一波团战里面的配合，岩雀大招其实已经用过了，但没有限制金斗的一个进场，包括像扎克在后面带回两人。这场比赛老跟那些中野表现得太亮了。哇，这一波 Yuki 随后的进场这个大招没有探到，哎，这个大招他没伤害秒啊， FDY 第一时间开出大招。啊，直接扛着防御塔上来拆掉，因为你这边没人了。哎，应该是。狙手门牙的话，那你肯定上路这边就守不了。奥恩开大招，大到 FDY 把 FDY 大招给打了出来，但是这边平野绫要反打 ，RW 没打到，有点让 RNG 没有想到的一个 BD 的方式。大龙这边只能选择放了，因为就在被沙皇两下抽成半血，只能往回撤。门牙已经被激怒点掉了一半了，这个上路的门牙，上面的门牙。先手想要秒小虎，小虎交闪，但是还是被霞跟上一发补攻给击杀。片灵魅惑了非常多的人，这一波老干爹的团战啊，摧枯拉朽般的。那我们要恭喜老干爹战队了，在杭州再一次创造奇迹，让一追二，太顽强了。老干爹搅动风云，当属老干爹为首。这场比赛老干爹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拿到了这一分。在一个赛前看似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艰巨任务，让一追二，让一追二，而且第三场我觉得打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我没想到老干爹他们今天拿出了一套一反常态的比较偏后期的阵容，是非常非常偏后期的阵容，前期居然打得这么好，恭喜老干爹。这支老干爹今天的表现值得所有的人为他们欢呼。而这场比赛 RNG 也吃到了在杭州的第二次败仗，依然我们常规赛剩下最后一周的时间，到4月8号之前 RNG 跟老干爹同时都还剩下两场的一个对局，也都希望他们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出自己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应战吧。